大家好，我是圣光，欢迎收看我们的 Minecraft 地图实况。好，首先呢，非常感谢各位收看这个点，这是我挑选的一些小地图。GGP 大尾巴，不是啊？好，回到重点，好，那我开始吧。这次我找的是《猫火大战》第一章。OK，好，先进到游戏中，其实 蛮刺激的。猫狗段的规矩，不是新手哎、欸 你说我是狗哎、欸？怎么开始？好问题，一进来就是创造模式。看看，一，哦，sorry，GNENLDE。剧情开始，猫 狗两族本来就是和谐相处的，直到有一天，猫族侵犯了狗族圣物——狗神谷。那猫就是猫神煞是吧 ？OK，好，之后猫狗两族便展开了强烈的战争。狗族因势力不足，因此必须训练更多强大的小狗，而你就是其中一只。我是只狗。纳尼？好规则耶！请问方块，请问使用何比愉快模式？请问封印身外砖呢？魔王身外山上有个火把，要打魔王时才有火把，记得开启，记得回复哦。谁要理你啊？Bitch！银币，OK。金币耶！大概都知道了。Okay, 好，首先我们现在先去狗族村庄，来聊村庄是吧？你好，NPC，How are you？钻石矿坑，提供了币，金币，金币。我记得一分钟会有。现在进行所谓的探险。OK，哎、欸，对啊，我们有小地图哎。哦，需要等我下，对不起，一开始就失误，超级大失误。等一下，忘找小地图。我给你看我地图。Sorry，我没有装小地图。Map，然后看到了。OK，好，回来游戏。一开始就出糗，这不太好吧？但我要解，但我要解。是出球。OK，好的。哎，看看哦。好，回来，继续。好，好了，有小地图了，那大概知道位置怎么走了。好，先到奇怪人家。副模式要付出一个等级。Shit！我们要等级啊，搞屁啊！好、哦，你好。哦，那我们必须要去打猎了。OK。嗯，先做所谓的地形探险。呀，是武器伤人呢、欸。你哦，钻金，OK。听说他会，看看几分钟就会有一个矿珠，OK。好，那什么叫探险？有小麦，你为什么不给我小麦？混蛋，混沌面。好，要么。买装甲保护自己是吧？
的钱，那我先买一个装甲保护自己吧。Yes, God. 耶、yeah, ！我要把这破装甲丢掉。好，啊，这个呢？养羊？我没有羊啊，我需要钱。但是他不教我怎么赚钱。有面包，面包。看他讲什么？饿了吧？吃点东西。No. Oh my God. 车轮饼。我先买个小面包 ，OK， 好，工具商人，我把这边用完了，好，下好了，哼，好。是，哦，没淡化率宝石，很好，同学。是谁？你也是谁 ？OK， 好，不要掉你。去。高原指挥十一任务十一号机。那我的主线任务嘞？Okay, 他应该有所谓的主线任务跟支线，还有所谓的城堡什么的。OK， 道馆，道馆是吧？主线任务一，你要真的考试说第二头把我九师弟认证出来了，要三本哟。好吧，嗯，谢谢谢谢谢谢。好，神之斧，敲敲。九师弟认证书是吧？我的斧头要怪爆了。出来面对呗！出来，出来，干！出来，看这霸气样子。等等等等，哎，好，回来，三张是吧？没有钱、啊。好问题，那现在呢？哦，可以拿九十点书来打人。啊啦啦啦！哇啦啦哇啦！哦。shit， 把头发打掉了，要三张是吧？把头发插回来，先干燥小面包。九师弟认，九师父认证书是吧？很像师弟啊，是吗 ？OK， 好。哎呀，哇 ！OK， 三本了，好，回去。果然不错，连九师弟都坚持不住了。果然不错，接下来到三层打败我那个八师弟。他俗称铜人甲，这硬得很，绝不能掉星星。嗯，钥匙。OK， 那我先买把小武器来用用。我需要武器。
那就不能给我点东西吗？还是要自己去挖？哦，好，灯面是吧？我没有混灯面，混蛋。你的战利品屁。猜一把 ，OK。好，我先找那个有烧骨头的小渣渣。不不不，应该叫骨头哥。有没有烧骨头？有没有要烧骨头？有没有要烧骨头？有人要烧骨头是吧？OK， 那这个房间旁边没有去过。OK， 溜溜球。Baby 啊，干干！说明他还在掉一本书哎、欸。哼，哥有拳头，哥是北斗神拳继承者。哇啊！哦、oh, ，shit， 准备两只，还不要脸，你们幻影分身。知道一件事情吗？双手万能。那你今天是我的小左跟小右。哼，太嫩了。哦，你又来是不是？我现在有认证书了，我可以拿认证书当武器，你知道吗？哼，太嫩了。呵，哎。你给我滚！好，好，好，八师傅是吧？八师傅是吧？那你没办法叫出来。哦，强力击退。一本书打天下，不要小看我，可是一本书打天下的人。哦，你怎么冒出其他伙伴来了？这么高配，不要围殴我、啊。没关系，没表啊，没表啊，你也是没表。哎，给我表死了。他没笑吗？我也不是颗星哎、欸，还有锋利哎、欸，真辛苦，啊死，可能坚持不住了，没关系。这重要，不要不要不要阻止我去路，混蛋！不，不，我先针对你就好。哦哦哦哦！哦哦
痛痛痛痛痛，仿佛监狱。OK。啊、哦，好，振兴一下也可以了。吼、哦，好好好，三只是吧？跑得很快，跑得挺快的嘛。赚点经验值，打铁趁热啊！法家玉 ，OK， 反家了。娘娘 ，OK。嗯，肚子饿，给我点东西吃。不要，我那去包啊。有小麦吗？要我做馄饨面，我战力比十好，我知道你有病。OK， 拿这些东西去换武器。OK， 武器。哼，小斧，小哥斧。这种难度是多少啊？简单 ，OK，easy。OK， easy。第二层，那我谁啊？我先带杰西来给你敲几嘞，不好意思，班长啊，踹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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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等等，我走了，喂，不要包围。还有那么硬吗？只是铜而已。啊！我铁布衫爆了！不，战术攻击，让战术攻击。我不怕死，只怕他们在复活。我是不是装个精英魔物？不，我得变更强再回来。我现在打不过他们。先多拿点认真书。这游戏真有趣啊！我出去弄爆了。我现在能再换一些小东西。不是这一家。你有战利品吗？当然没有啦。我拿了一点钱，所以我应该适时的去跟他投资一下。OK， 觉得我应该多存点钱。懒，哈哈哈，这还要屌武器。OK， 好，先想办法弄到一块黄金金币啊，然后种点田。种田要工具的，所以说我只能打拿了90副认证书打。90副认证书真可靠。
来了。被啪被啪。别用忍者术打天下了。大王姐，查下资料。好问题。来，继续。我先赚点钱。我刚把前面的钱都花光光了，呵呵。难怪我没有钱，我把金币拿去买我的衣服了。我刚才买裤子来，对。哎呦，一只猫，两只怎样？怎样怎样？等等等，熬的熬的熬的熬！喂喂喂喂，可以不可以绕路？不可以绕路，太刺激了。还没完啊！没有食物了，快撤！没有食物了，快再来一瓶，拿钱来，种点农田，背靠了。是，好吧，我看看，需要魔法种子，那我也需要金币。看到了，换钱，需要出个头。头的话。还需要，我还需要一点东西，所以我还必须要打证书再去打怪。OK， 这游戏赚钱实在真多啊！我目前就是先打90副，然后赚点钱，然后再去种田。花点时间把田种好。对，我的装甲真烂。两只一起来是不是啊？这样不用忤逆我是不是？我是大哥哎、欸，我比你还老，我是师傅，不要冲动，不要冲动，大家有话好说。跟你讲，有话好说了嘛。大家都是好朋友，有话好说嘛，奇怪的。觉得认证书真有用，功力三，复制科技三，节制科技一。认证书大师。哦，集满十个认证书。安安，你好，很好的观众。OK， 不要冲动，大家有话好说，大家都是好朋友，师傅，大家都是好朋友。你为什么卡住？真是师父的羞愧。我是自种变蓝的，
没差啊。OK，好的，我还差一个弓，一个箭矢，妈的，这不科学。没关系，各有师傅的认证书。我现在没有食物，他更加要求。啊，不是重点，这不是重点，不是重点。来了，你终于来了，你终于来了，是不是？我等你等很久了，你为啥抛弃你家老婆跟小孩，来这破道馆？对对对，再有话，再有话说。哦，意思好。耶，集满十个认证书了。认证不能干嘛？OK，好。你换一下，开始种田。哼 我有钱呢，哥有钱，哥开始种田，种完田之后拿去换钱，这感觉啊，太爽了！好，换点锄头，开始农民。咦，好像三个小麦可以跟他换钱，这不是重点。然后在我家种满农田。耶，我的家！先睡一觉，那个党等下死掉，说不定就没了。还是晚上。但很多人都会想说，为什么这么多东西？没差。好，来分解，变大，爽，变两个，我们变大，裁掉，变三个了，变大吧，农田，裁掉。变大，分解，再变高，变大，大大的小麦，好裁掉，变成9个，然后再种，然后之后变大，变大，变大，变大。变大，然后再裁掉，然后再种，OK，好，拿到这些小麦，然后可以跟，我记得有个要做馄饨面是吧？给他换一下，馄饨面。哦，好棒好棒，我有钱了，哥有钱了，哥是有钱了，我有金币了。哦耶，我有金币了，我有金币了，太棒了太棒了，我有金币。三零比四好，没事哦。OK，有金币，有金币可以做很多事情。来来，哥是有钱的，哥要去采矿了。钻石坑，没关系，哥是有钱的。好，再把东西放下。然后脱掉。OK，好，去挖矿喽，耶！有钱人就是好。这样，需要点食物，挖矿的时候很缺食物的。钱给我，我去买点食物。OK，好，买点小食物。
OK， 是他。哎呦，腻我是吧？我十个银币了，来换你，老板，我要更高级的食物。好，决定是你了，吃掉吧。OK， 可以开始奔跑了。现在去矿坑，那我只好。好，哥有钻石，哥不缺。啊，挂着。哎，安安观众。哎呦，重生，重生，重生，太好，太好，钻石重生了。Good diamond。有钻石可以做很多很多的事情。这个地方应该不给我合作才对。快长出来吧，diamond，diamond 长出来，快点长出来啊！哎，我看死亡谷被哪个 ？diamond 长出来，继续长啊！长出来啊，diamond，你为什么不长出来了？哇靠！呆萌长不出来了，太神奇了！他不是60秒一个吗？还是我等太快了？好问题！哎呦，掉下来了！那我等三个。好一个呆萌！我在等它掉下来三个之后，我再把它采光，然后再等它一次掉三个，再把它采光。这都有很多很多钻石，无穷无尽的取之钻石。就不可以把球丢，感觉很宝贵。我想拆到玻璃隔壁拿矿的。我们得遵守游戏规则。哥的话。哥很有钱，我还有金币，可以做很多事情。啊，这不是重点，但是我觉得他铲有点慢啊。好吧，哦，掉下来，哦，好棒的钻石，又掉下来一个钻石，太好了。好了，我不刷智障，我先回去了。OK， 老板，钻石可以换多少钱？哦，换更多的金币。不要来钻石矿，我们去煤炭矿、煤矿区。哦耶，来吧，煤矿区是吧？哦，每10秒一个，快拆！每10秒是吧？那传输力很快、啊。哦，掉下来，好快，掉下来好快，比蛋蛋快，蛋蛋没产出来。疼！哦，掉下来！这局是超好玩的。隔壁呆萌又不涨了。哦，十秒矿，赞！哦，掉下来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！矿石会掉下来，太棒了！OK， 好，十个了，我不玩了，靠北，这矿石很无聊哎。好，我赚了，都赚了一个。好，我看看，陶 K， 你卖什么？
我连本家里也跟你讲，把投资下去换了一个斧头，然后开始砍这边的树木。哦，原来就是所谓的伐木场是吧？我这电钻吗？无限斧，它冲速率超快的，我超喜欢这招的。我是电钻，电钻，各有电钻，各有电钻。哈哈哈，电钻哥，那地图做真好。明明就知道我很喜欢爽快感觉。砍啊！骑下骑下那个头，只要连本带利赚回来，可能需要点时间就是。砍啊！不要怕，砍就对了。哦，太爽了。耶！他重生速率超快的，靠背了。OK， 好。OK， 你木头换多少？三块银币，好不值钱，好不值钱哦！你拉嘞！好，我现在去消费了。神斧是吧？我需要阿斯比金石。阿哥你在哪？哦，看到你了。好，那我先想个方法，如何用五分之一的神？不是，白痴，我在想什么？把我的可爱盔甲门拿出来，到时候穿上去。把认知珠拿出来，东西先拿出来。然后去消费吧，耶！消费喽，那就代表我现在必须要拿出那个斧头，然后去附魔力量。OK， 好。Oh shit！ 好的，先这样。好，去定 OD 吧。但是先这样。哦，对，还不需要养羊。好吧，放一点钱去养羊吧。真饱了，妈的，幺三四，哇，好存钱哦。在哪里？再换一个蛋，狗头羊。狗头羊是吧？我先再买一把剪刀，有更多的钱。换钱，换剪刀，哦，两把。剪下你的羊毛，好之后，我还需要骨粉。要让羊产更多羊毛的话，你必须要让地上长一些草，它会把那草吃掉，然后之后啪啪啪，变出了更多的羊毛。OK， 好问题，我们要什么时候才会复原？10秒后，请他们有更多的草可以吃。
耶，草地，小羊吃草，草，吃草。哦，等我一下，同学，等我一下，等我一下。OK，到了。好，看到了。OK，好。没问题，好，先让我们继续铲羊毛。现在，等等，这个上面就是所谓收羊毛哥，羊毛哥，羊毛是吧？我给你羊毛，你给我金币，是吧？更多的钱，我就更多的金币，然后都可以买更好的装备。好，继续下一层，僵尸没了。要在一定时间内把他打死。大家浮动，神怪吧。OK，好，神怪，好。秒他，秒他，打他妈，打他妈，快打他妈！他会那么硬，就是代表他防御够高。可是我不在乎，我只想把他干掉。他血跟防御设得很高，只有这一只设定很高，因为他是七师傅。哦，死了，七师傅死了，太好了，花了很多时间。不要问刚拿到什么，因为怕。OK，好。现在等他出来再打一次，要打三只。他防御五靠呗，难怪打不死。OK，好，我们去墙角聊聊，师傅。知道武器爆怎么办吗？拿师傅认证书继续打。一定会爆！可是八师傅认出来砍比较久就是了。OK，没有，我以为后面还有人，好，继续砍他。武器不够强啊！干，好硬啊，这家伙。我没有食物了，我后面屁屁还没有屁，那人撤退撤退，我没有武器了，武器不够强，先撤。好，回来了。Good question，我现在是什么？是什么？哦，爽了。有钱好办事，专门攻略 BOSS 的东西叫你出来了。好，Oh shit，我把丢出去了，再买一个，我不信邪，我马上把师傅给弄爆，下一层。Yes，秒杀。哎呦，好问题！我终于打死他们了。好。原来还有这种东西哦，我真的第一次发现，这边有攻略文。OK，好，我先拿两个东西。我可以用金钱把他们砸死，这是个好消息。酒精，我可以用浓浓酒精把师傅给干掉。然后用克星之剑把人家干掉。Yeah，贾斯汀克星。啊，你们两个怎样？
来来，哎呦，不死人！哦哦，哦哦哦，你先。蛋蛋蛋！我还有认真输，认真输 OP。又来了，好，撤了，撤了吧。OK， 好，我现在拿到了三个铁丹，然后再跟 NPC 换奖励。OK， 丹。啊！只要一个就好，靠边，我拿到三个。硬蜘蛛 ，Where， 确实的确有之子，这块玉丹就给你嘛。这张作品请翻页。看来连八师叔都非常欣赏你呢。接下来我的七师爷报功，你必须打败他。他的特点是非常疼痛，但是狗不能。他非常冷，他跑得快哦。好啦。OK， 好，先换下一把钥匙。报功是吗？呵，亏。实况间断时间，那各位观众就请见谅吧。我也没办法阻止这个事情发生。你知道为什么没办法阻止这事情发生吗？你、yeah. ，有问题就看一下下面好。哦哦哦哦！我的规则那边讲为什么会这样子。好，该撤了，这也不是人来的地方。Oh my god！ 哦，我会死，没关系。哦，他们是长，没长回他羊毛，很好，你很好，好好，捡一点羊毛。先跟大家讲，现在是实况间断时间，所以说有那个什么的不要找我，我没办法处理。有，对，以我们最近的 Touch 伺服器是在新加坡，维修，很爽哦，很爽度连我也没办法克制。OK， 好，现在继续种田。对，才那看更多更多的种子，更多更多的小麦，那有更多更多的钱。Money，Money，OK，Money、okay, money.。呵呵呵，产更多更多的小麦，赚更多更多的钱。我野望就快达成了，有钱人，终于有钱人。OK， 好的，可能想买更多羊，然后赚更多的钱，也不带一赚回来。你吃羊毛了没？嗯。
还没吃草，很好，记住你。哦，对，有人说要做馄饨面，所以说需要小麦。对，我可以把羊毛换掉。对，馄饨面是这一家。哦，我又赚了21个金币了，太好了，离我野望距离越来越近了。我可以把所有钱拿来投资。不知道投资什么，不告诉你。好啦，其实投资蛋蛋而已，先投资2个蛋，然后之后剩下拿去买食物。吃点面包。问题 ？Good question. 哦哦，才有羊，颜色羊，太好了，剪掉。我赔了5块钱，但是我赚了很多很多。OK， 哦，嗯，投资一些羊，他们羊身上。可以赚很多钱。哎，没有褐色羊毛。哦，没有棕色羊毛，好玩啊！啊，赔钱，赔本生意了。OK， 你也不收棕色羊毛。好，现在不缺食物了，我把钱全部给你。快！我要蛋，很多的蛋，越多蛋越好。黑色，颜色更多，赚更多钱，色更多，赚更多钱，更多的草，更多钱。Oh no！ 哦，完了，做错事情了，我又那个该死的东西。呵呵，这样也产了一点种子啊！我把钢铁下来炒，放回去。种子先换一下羊毛，把它换成金币。金币啊！哈哈，换到钱了。黑色。这个钱，我是不是要把这羊毛换了？然后偷偷把它换掉，就被人发现换。不是羊毛，好的，那继续投资，赚更多的更多的钱，养会更多更多更多，然后之后我就更有钱，啊，太棒了，我的愿望还达成了。啊，野小羊，好，投资。赚了很多的钱，我就喜欢这样。啊，不管了，好懒得换，先把它换下吧。啊，又赚到钱了。好，先不管这个，那我们现在来做点有趣的事情。我需要神器，我还缺钱，说必须要到神庄。3块 diamond 等于1块钱，4块金币，所以我要去挖矿，决定我要去挖矿。3块是为了去采矿。
60秒踩一个，他已经不踩了。科学啊，大哥。好问题，但你们踩不出来了，我赔了3块金币。不信，还有很多钱。OK， 好，现在的话，我只打算做一件事情，去打那个八师傅，赚很多钱，然后都再买更多的羊，羊会帮我撑更多钱，钱滚钱滚中钱，钱来不旺，可以给他们繁殖，小麦可以再用繁殖，可以让他们变更大，繁殖，应该没有禁止繁殖这样的动作，说需要更多的繁殖动作。好的，我看一下有没有规则写说不能把羊进行繁殖。看一下，哦，视野不要调到最近，这是游戏规则之一。视野调到最近。OK， 好。节目欺骗村民。嘘，不要讲，我偷偷欺骗村民。好的，先回来继续。好，先让羊踩。啊，没有说不能把羊繁殖，所以我只要拿到点小麦，我就可以把羊繁殖。不管了，先把来放满钱，买钱，买钱换钱，买钱换钱，都有更多的钱，就可以买更多的羊，或是种更多的矿。更多的羊哦，血、oh, 我的金币，多很多的羊，赚更多更多的钱。好，定期来捡他们羊就够了。好的，回到重点了，我现在有很多很多的钱，可以拿来做很多很多事情。好像12块金币，要做什么呢？战利品是好，我没有啊，大哥。问题。好吧，那先去打怪赚钱呢。对，我还需要更强的武器。颗粒宝石，一颗粒宝石1块25块。可以，然后再换更多钱。重负1块钱，哎，我不能拿来再投资这些东西，得拿去换攻略武器，攻略文，攻略武器。OK， 好的，先拿这些钱来换装备，装备，装备是重点。好的，我们现在需要装备。好，第三层的话是虚弱药水。喝就喝多了，哎，然后再买一个东西，这样子。
好，去跟他们别输名了。哦，哎，别好偷袭。好，好。下一层，越过。只需要药水。OK， 来吧，我不怕你，你也不怕我，我们互不相怕。我怕、哦，靠背了，我死啊！好，其实也太强了，对，我们需要赚更多的钱。我想想，赚钱的方法多种。先不去攻略其他王了，来赚点钱。OK， 赚钱，加加活口，这样进行储蓄，来进行所谓的储蓄，可以做很多事情。那我们就直接把东西换换就好了。我懒得管他了，不行，直接换掉。我没有那么多时间浪费在这里。好 ，OK， 你需要多少东西 ？OK，OK，OK， 干，他可以不屌我。OK。阿兵哥的跑步头盔，别人装甲，64个。又买了绝对是坑啊！我刚刚用自己做算了。等等，18个换一个瑞宝石，是个大赚笔，猪的一个宝石 ，M 的一个绿宝石，是哪来的？需要甘蔗。OK， 这是主线任务。好，我们现在得做一些事情，大事情。羊快，嗯，去采点煤矿。搞点小作弊手法。喂，陶给，啊，重开看看，还是我倒掉了是吧 ？OK， 好，可以交易了。嗯，这没烂坑。看一下矿物不重生的话怎么办？上面要写点说明。OK。嗯。好，那我们。先回去，我想到啊，下雨了，不科学。等等，我想到我刚看到一个东西，蛮适合我的。好，
现在挑选一些东西给他。剑，好，这样就好了，可以出门了。我们去做点大事情，干点大事，探险。弄个神器什么的，讨厌，我一直这样写，就算了。Fuck you！ 现在怎么办呢？问题。如何赚到马上赚满神装？哦，对哈，我可以来做点刺激的事情。倍增钱，但这样有点贱没错，但是倍增就是好事。干，超贵的这些东西。目标，这个，所以我们需要这个，然后这种。再还这个，拿这笔钱去买更多的羊，等于把羊瞬间倍增，八个羊。OK， 羊，剪羊毛，羊看羊该怎么弄。等下回来之后再继续拿羊毛。OK。先让钱来倍增一下。这样连本带利就赚回来了，还多赚。我这样有点见就是，不过，你要我在限时之内赚出这么多钱，我也没办法。好，那只网哦，怎么处理？这是一个大疑问。先用一般人作战方式打他。这游戏真有趣，只要思考战术运用，反正只要往地上一丢，还有会死的，不行。呵，啊哈哈哈，啊哈哈哈哈，秒杀，我秒杀，我找到他的方法，打他的方法太简单，不叫什么 K 塔米，需要药水就够了。K 大命的话，我觉得拿来跟加师兄打比较好。不、啊，哈，那我发现这个点我们输定了。K 大命打用的、啊。
哦，真的，我不该继续打他，他超硬的。OK， 好。我不喜欢打硬的东西，我比较喜欢打软的东西。东西，快出来好不好？哼，太嫩了。他血量 HP 剩的很少。我看一下。嗯。啊，好，这样哥就不怕他了，而且我好像有防火防爆。快出来，混蛋，那我把你干掉。啊，哦，耶，拿到了。撤！今天出门不在家。六道叔阿空，今天我不在道馆，有人找我的话，就叫我徒弟跟他战斗吧。你也看到了，今天道叔不在家，你要跟他徒弟打，你要不要打到更多徒弟？毕竟不是本的，干你！你说啊，第五层要。你的徒弟是几个？27个吗？傻小，来来来，准道书证明。这问题真的无法选择。好，这边就破完了，迅速破解。哎呦，十颗干你娘啊！我不要跟你耗了。OK， 好的，我大概找到破关方法。拆一颗球，溜溜球。哦 ，shit， 他溜溜球超痛。什么鸟溜溜球啊？问号。OK， 好。忍者舞狮歌，传说证明忍者身手敏捷，而且但因只训练到腿部分肌肉而引起的非常少。张大眼睛吧，是不是有效果？哦，我知道怎么作弊干掉他们了。OK， 我需要更多药水，你可以给我更多药水吗？太嫩了。好，在那之前，看看羊没办法东西可以收。嗯，他没办法再吃草，这草快不够了。
老七不怕草地不够，我的情商不怕没柴烧。克拉门的力，神兵利器，药水，酒精啊，他们都怕酒，这是重点。忍者城 ，OK。找死吗？我已经比起以前我了，还是滚吧。前进。OK。好问题。哼，太嫩了。隐形斗篷。安安。OK， 这关超好破的。你以为你看，你以为你打得到我吗，婊子？第二，这关两种打法：一砖墙、左墙角打，定点打。这样子，定墙打。二药水范围打，就这样。简单的。哦，呵呵。建议药水打法比较保守，但是花钱。可能需要治疗。OK， 继续。哥比较不怕死。好，先撤，我得去买防装。我觉得他们打越来越痛了，初心者不够看了。接下电话。
好，问题我回来了。好，刚刚出了点问题，有个 PI 打给我，没事啊。那继续，那我们先去下一局。好，那么首先我怎么办？欠打 B 再试。溜溜球，溜溜球，溜溜球攻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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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哦，溜溜球攻击超强，定点打。哦哦，记得听声音，地上会有声音，它会突然冲过来给你一记僵尸咬。我是忍者哎。僵尸忍者，你想霸气？好、哦、来了，赶紧找我哥，找我哥。我拿五个吧，再十个就可以结束了。傻小，不要偷袭好不好？干！不要小看我的法眼，
我的法球可是一流的。嗯，机器，哈哈，太强了。我杀敌数100了，已经洗了100只兵了，看起来不错。对啊，我把那把火把打掉。吓死人了！阿 Kill，Yes， 阿 Kill。Double Kill。要看这样子哦，其实我也是武功高手的。溜溜球，神丢，神丢溜溜球，溜溜球。哦喽喽，来了，哦 ，yes， 还有 whole look 什么的，不对不对不对，我在讲什么？靠背。他脚步声太大了，露出他的破绽。简单说，这样漏洞百出啊。哎呦，哈哈，漏洞百出啊！我再漏入百出怎么不行呢？我装备够硬了，弹出他们所有人的攻击。我捡经验麻烦就是了。64个哎，好快啊！刚刚在讲电话的时候，一打那么多个符箓，原来如此。大笑，大笑。哎，有马铃薯，太好了！今天食物有着落了。来了，前锋哦，冲真快啊！欲速则不达，没听过吗？混蛋！必杀技，没有人，我看错，是我眼馋，看错了，来了，人不少。是输给我投掷物。这才真麻烦，需要打很多东西。投掷东西真太可怕了。捡拾物品，旋转，跳跃。跳跃！哎呦！哼！哼！哈哈哈！太棒了！这感觉啊，太爽了！嗯，打宝球，但没有掉东西。嗯，挺歪的，掉掉啊！最后一次了，哦，打完了，好，回城，按 B 回城，好，继续，哈哈，交出隐形斗篷了，就可以换到一本，找到六叔了，我找到六叔了，他现在在七神帕喝酒，去找他吧，今天怎样？干，没有了。我打那么辛苦，你居然讲了这种话，你真是他妈没良心干！我看会不会邪魔诡异啊？应该不太会。
不，绝对不是疯玩太多了，我绝对没有发生这种情况过。你这边海陆是什么什么归一什么的，绝对没有。好，这么重，这么重点啊！看小外挂，小臂，换点小资金。OK， 回到面哥在这，那这里就是买战利品的。买战利品关我屁事。三个。好问题。现在这三个，十八个。同样都是僵尸，有话好说的吗？希望不要太难才好。Yes， 秒杀，拿到六叔的剑，顺利通过这一关。虽然很作弊，但是很轻松。六叔的剑。仅仅前三强了，小长老的特点，看来你真的越来越进步了啊！偷偷告诉你，下一个三长老，你已经是我们前三强了，没记错，反正可以敌三百只，别紧张吧，没有限。前三强，是前三强，第八层钥匙。OK， 好，我们去买更多药水吧。我们不需要神装也可以打爆这边怪。养羊们还在休眠，那我换点钱。我换点钱，然后买点药水。OK， 给我更多药水。酒精算什么？我有钱，什么都不缺。好，快冲啊！冲到下一层去。OK， 好，到这一层了。三长老，拜托，不要太强啊！我把他干掉。他的魔法小棒棒可以一挡百，应该是木棍吧，同学？魔法小棒棒，小棒棒。哈，打死了，就这样轻轻松松打死他了，只用了酒精，酒精无双，耶、yeah ！只要靠酒精跟溜溜球，我会打爆天下。他拿小棒棒，我真的畏惧了，我操，被他插了一下，被他插了一下，可能就死了。
OK， 好。看一下有没有那个状况，应该是没有。要不要把它插死就好了。哈，这样就死了，太轻松了。干燥面包，酒精无双。要出来咯，要出来咯，要出来咯。江江，吃我酒精，吃我酒精，呀、yeah! ！这关也破完了，与火共是吧？好，先回到第一层，魔法棒，任务倒计不可丢弃，要三根什么？每次这鸟东西就要三根，三根棒棒。没关系 ，bugging， 我并不畏惧。魔法棒，小蟑螂常常用着使变马戏。哦、oh, ，shit， 他丢出去了。对，酒精无双是吧？哦、oh, ，shit， 哎，还有令本人着火是吧？是啊，老帅一棒啊！知道我想干嘛吗？自食吧！哼，太嫩了，雕虫小技没。哎、欸，当初你能爬上去？确认一下，是不是会很荡？很荡的是。呵。啊哈，三根棒子，轻松。我记得大长耳币是一般人20倍，我建议买一罐是打他，药水有40功能，大可减少他的大功，可别一去不回哦。嗯，这游戏真有趣。好，
做所谓投资。Oh shit！ 好，那我们打大长老时间，按到，哦，按到，按到，好 ，OK， 继续走，跳，大长老，为什么是张比？大长老变张比了，啊 ，B 是20倍，弱耳防御是在35。是啊，黄金四它是 X。啊，死了！啊，大长老死了！So easy，OK，、okay? easy。只是个大长老已经在那边求，在求小。来喽！掉了木剑。木剑换到对战小林。小子，我看你神速都进不上来了。现在你要面对的挑战就是我。小子，准备好了吗？我在十，用体时间20滴。小林，去死吧！哦，妈，第十枪跑好久。真的药水不够，药水不够啊！fuck you， 药水不够，怎么打怪呢？OK， 好，回到刚那一层，我把小林打掉就行了，是吧？他重生速度真慢，是吧？我的畏惧啦，怎么办？逃也不能逃，只能拼硬着头皮去上他了。所以我没有神器，有看到好玩的东西了。哈哈哈哈哈！卡点，好神。看，这是作者失误了。我找到卡点了，看一下东西。
我脑香东西，我就超饿。啊，死了！小林机长被我击败了，传奇。然后这瓶呢 ？OK， 有药水，一身搞定。啊！啊我买太多剑了，高飞了。哥又不缺剑，高飞了。打个招呼。酒精无双。哼。OK， 毕业证书已拿到。这个是毕业证书，然后换到许诺。你是，我是贺言，是通过小林师傅测验的小狗。看来你一点都不像那种强大人，好吧？你有证明吗？为了证明的实力，去高人才几个，豺狼王做证明吗？来，然后我去踩豺狼肉。好，我去踩，就不要改。药水无双。高原，哇！太阳算什么？吃屎吧！你谁啊？啊！不要，有没得？有没得？不要，狗狗。等等，我需要几块肉。蛋呢？25块吧。我需要很多的肉，就这样。豺狼肉，不不不不，暴送那么多豺狼怎样？豺狼肉。你想知道想干嘛吗？我又不会死，拜托，我什么人啊？我圣光哎、欸！逼我的哦！悠悠，悠悠攻击！好啊啦啦，狗是不是？狗就很凶，干干啊！
我先拿点武器来。但我先拿给西，好的。左方有冒住领域，右边回哥布林村落。OK， 我不想拿到那么多把剑，我觉得很无言。吃块肉。吧，哥要去吃补体力先。披萨哥，妈的！哦，就是你，就是你，披萨哥，妈的！要不要脸啊，在我面前吃披萨，混蛋！啊，羊都不吃草了，干！OK。哥穷到只剩下钱，你懂吗？我先这个东西掉。就是你在那边吃披萨，害我上次实况的超饿的。我先换钱先。很久了，我开始很久了，迟到了5年。跟工具商人换钱。OK， 好。拿上盔甲，拿上我重斧，去打怪练工充装备。狼来了，狼来了！我看到好多豺狼，我想打他，他却不给我打。会赶我，豺狼会赶我，不，好多豺狼，好多豺狼，好多豺狼。可是我却丝毫不畏惧。重击，跑啊！怕你哦！哇，溜溜球攻击。溜溜球攻击，溜溜球攻击，溜溜球攻击，溜溜攻击。这是怎么样？吃屎吧，狗狗！我拿到25块肉，好像40块左右，三星。
至少喂去 ，fuck you，fuck you。阿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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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呀，死光了。要批评，打不闹了，继续啊！好啦啦啦，来来来，狗狗算什么？小柴狗而已啊！狗狗绿沙秀，可是它是狗，我是人类。还好。啊 ，fuck you， 来呗，别变。你以为打得到我吗？神回避，神回避！哇，不要打我，不要打我，不要打你，不要打你，大哥，不要咬脸，不要咬脸，脸不可以咬，我靠脸吃饭的。你看怎样？我有40块了，40块肉，那先回去村长家。哎，50块肉，干！啊，继续打肉吧，妈的！干燥面包，吃一点。看看狗狗来没？别别狗，笨狗，很好，掉肉了，我喜欢。我怕你啊，只是狗而已。Oh look at， oh look at， 我 look at， oh look at， oh look at， oh look at， OK 哦。啊都 OK， 啦啦啦啦啦啦的！来畏惧之心，畏惧之心就输了。喂，只是狗而已嘛，什么好嚣张的？哦，多胜 ，OK， 我靠，也可以溜一圈打天下。来、啊，等等，哎、啊，有话好说嘛，有话好说。Oh shit, fuck man。46块啊！对他下一个作品解谜第二章。你好，狗狗，可爱呢。干啊！不要喝，怎么还做一只狗？我啦！打上过是吧？OK。好，我现在拿到一堆肉，好呀！猎杀狗狗，这些狗狗还差一块肉。我狗狗来啊！狗狗去打。那块肉就好了。看不到，看不到我了，看不到我了。OK。打肉，跟体力。
还这本。嗯，看来你挺有两下子的嘛。不过豺狼力量太薄了，为了证明你的实力，去哥布林村落或哥布林战士骨头啦。是，哥布林战士。Yes。哥布林战士是什么？我有溜溜球，又有大师。看看右侧。丢掉。哥布林战士出来面对。为什么不出来呢？怎么没有人了？啊西！特殊棒棒是吧？怎样？有谁了不起？是不是？不要说多了。好、哦哎嗯。我只好去证明我的实力了。我去拿个东西，等一下回来。攻略这整张地图的方法只有一个，超简单的。我还拿什么攻？算了，等一下再说。我看看先这个先打什么？锁骨战士。啊、哦，攻、哦、点、yeah、好。我依旧破这一关的话，半个小时。没有啦，半个小时不到，我可以把破完。这么有自信，因为我有大师级的武器。嗯，太嫩了。丢掉 ，OK， 好，我就把将军秒了，然后之后送他们回家吃自己。哼哼哼，太渺小了，这些家伙。攻略这种地方的方式很简单，只要有药水，一切搞定。一切欧爬欧爬再欧爬，还可以氪星酒精，我用酒精破了很多很多的关卡，每一层就用酒精破的。Holy shit, fucking man， 吓到我了！啊，有食物是吧？将军出来面对，不是还有什么哥布林战士吗？哥布林战士吧，
哦，有了。有怎样？钱挺硬的，吧？啊，死了，叫将军剑，超贱的这招。OK， 弓也拿到了，东西都拿得差不多了，当然可以了。等一下，我看一下我 Steam。哎呀，账号。我超通了，我什么账号都超通了。OK， 将军剑、角弓、上厕所，不要。哎，对了，他没有骨头啊。不管了，我偷偷做一些事情，把剧情瞬间秒杀。啊，这个事情设定有点不太好，说真的。偷袭25个证明，在坑我吗，同学？好，我就乖乖打25个证明，可以了吧？妈的！哦，看战士，看战士现在出来了。哦，战士是这个。不不不不不，你给我滚 ！Fuck you！ 哇哦！你怎么可以这样子呢，同学？好问题。哦，厕所东西怎么滚不见了？
好，你坑我，就不坑你。哇，妈的，他尿尿也要拿个棒子在那边尿，他可是太贱是吧？妈的，两个将军哎，耶，然后我将军有棒子。我只花了20秒就把将军给打死了。投机果然是件好事。好问题，我只花了几秒钟就把骷髅弓箭全部打死了。再去买个东西。No. Not bad question.回到我的家了，太棒了！来做点事情，算了，还是做看看。不要偷偷讲出去哦！一息息把这任务重解完。不要讲出去，被劈死！好几个问。哥布林猎手哦，确实不错。等等，这是什么？证明异常，证明通常不是耳朵吗？哥，这个恶心死了！算了，我还当你有拿吧。最后我发现哥布林猎手是我们村庄的一个大麻烦，来，麻烦你杀几只吧。老板，我杀完了。哎，我的弓在家里。告别了，告别了，我把弓放在家里。老板，其实我已经先过去猎了几只回来，花了我10秒左右。好，公布你的弓，然后再回去交差，再去交将军的钱，就差不多 over。或者游戏我是玩太 OP 了，应该不会。好，没啥。OK， 我跟你说要公司的、啊，
不错啊。那最后只要击败主魔哥比将军，我们就能获胜了。我也会证明你有胜的能力。瑞凡，我打完了。Take ball 啦，果然不错。那你应该可以偷袭猫主了。那我现在派你到猫主里，千万不要被发现哦。对，关键叫什么？Go， 偷袭猫族。我花了一点钱，那我得做一些好问题的东西。这绝对不是作弊，这是非常正常的管道所取得的物品。他没有发现一点，酒精打天下，酒精无双。我不需要神奇，我只需要酒精。只要有酒精，我什么都办得到。没有酒精，我就会死。左转，进去吧。好。你常常掉，就不喜欢掉下去，而无救的脱困。他喜欢吃，确实不强的猫。没听见解释。好吧，那 over 啊，就到这样吧，拍个照。好，那好啦，那就这样啦。终于结束第一章，那第二章下次再说吧。行了，拜。